我，你有什么本事酸我？从明星你也酸不过我，从老板你也酸不了我，从做公司你也酸不了我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播完，一大批人会来嫉妒我，想要进入这个圈子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一行没有那么容易进，即使你是明星，也没有那么容易。我记录今天就摆在这给你看，我让你去破，我价格就放在这儿，我让你来破。酸我，你有什么本事酸我？啊，你从哪一个角度你能酸我？从明星你也酸不过我，从老板你也酸不了我，从做公司你也酸不了我。我就是全能 ACE YKYB， 所以你使劲酸我，因为你拿不到的东西我都有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做一切事情，只要是我坚持要做的，我100%投入我所有的心血，你可以吗？我可以24小时无间休的工作，拍戏、演戏、唱歌、写歌、选品，我都可以做。我可以不休息，我的人生就是工作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能成功。4个小时1.21，你觉得多吗？我看那个数字没有一点反应，我一点都不 care 数字，因为你们今天买的开心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你说我割韭菜。国家有难的时候，我一共捐了500万。我 Young King Young Boss 的品牌服装，我利润都没有，我全部下架捐给了河南。你做过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不赚钱谁赚钱？我赚了钱我给大家。你赚了钱你都给谁？你在我直播间买的东西，我买的便宜，你买完了开心了你还骂我，你是人吗？